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参观的台北国际电玩展，将于2月18到22日在世贸艺馆隆重登场，是全台玩家不可缺席的重要盛事。今年的 TGS Game 台北国际花博会及台北灯节等活动同档期展出，台湾人潮上渴望再创佳绩，现场将有超过百款新游戏、限量区宝大放送、代言人站台等精彩活动，将是上班族年后刷奖金、学生年后刷红包的最佳去处。除了有最新的体感主机 PS3 Move、Xbox 360 Connect 将在现场大规模展出，还推出许多游戏主机的购买方案。而线上游戏大厂也将分别展出国人自制游戏及今年度将推出的热门游戏大作，让玩家一饱眼福。此外，大会也规划了 MIT 自制游戏精品馆、大专院校数位内容联合展示等主题专区，希望能将更多台湾自制游戏产品及学生多媒体创意推广到国际舞台。